来来来来来，西明石来吧，西明石，中单小静，挺好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女枪被搬了，女枪，女枪被搬了，被搬了，没有，选不到。如果我总被打扰，回来了。那还怎么工作？怎么了，姐？我说我回来了。好嘞，这把他的擅长的射手，这一把，姐射手不是我，不是射手，我不是很拿手。没事，姐，你就看我这把能不能让你赢回来就行了啊，我也能杀一百来个。先拿个一血再说吧，你。对面你看他都不敢出来，我也想拿，他出来他就死了。我的才华。现在还没出来呢，他出来啥呀？别闹，还没出来，你搁这跟我画啥饼？你把我当二逼呀、啊、你？没有。一血要出来了啊！一血牛逼！哎，时刻关注他，我还有还想拿一血，出来都不出来，姐一血了，一血我们拿了，啥玩意儿一血呀、啊？加一个，不多说。你说话的速度都跟不上我们家猛男拿一血的速度，还给人拿一血呢。你长手打短手，你这把要还给我怎么说了？我跟你讲，你真撞死得了吧你，恶心死！撞死得了你！你看他塔，他都不敢出这把，操了！塔都不敢出来了，带点脑子打游戏吧，你真的。卡都不敢出、嗯啊、出个啥呢，讲道理出无尽吧，这把出无尽吧，这一把，这把无尽能拿头，无尽加怎么出装来的，出无尽的话怎么出装来，嘿嘿、嗯，我看看这个女警的操作，你打厄罗伊了，这选的些什么稀奇古怪、手贼长的英雄？喂，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了？喂，输了就、这个、姐我在呢，输他妈气焰都输的不想了，没有了是吧？气焰啥呀？而且不是回到姐用哪一个？姐用哪一个？我今天就要盯着他看他操作，我看他今天还能给我整出来什么花活来。我跟你说，你看他打不过我，他就回家，他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他玩这个玩意打厄罗伊，哎呀，人家厄罗伊有小皮鞭的。啥情况呀？你自己他妈的长手打短手。啥情况呀？打了个莫甘娜不能走中啊？嗯，莫甘娜走中，中路是你呀，你莫甘娜走中。你怎么跑中路去了？地图你家开的呀？我想去哪儿去哪儿，碍你事儿了。你想去哪去哪，你这人还怪恶心的呀，想去哪去哪。哎呦啥，你不说恶心呀、啊、这你也说恶心，那你也说恶心，咋的，中午你家开的，我不能来是不是啊？无所不用其极，这么恶心、啊、不是说老板发育，玩这么脏的东西啊，太太，你去多送几个，然后把对面养得肥肥的，然后我们家猛男猛猛杀更值钱，哎，送得好。姐没事，他值钱了，他值钱了，对，死了，给你开心坏了。没事，他值钱了，无所谓。那么开心啊！你这把给我多杀两个，你听到没？华子，我看他长得也不带多杀那个样，还多杀两个，你就别白日做梦了，行吗？别欺骗自己了。你怎么到现在还对他抱有幻想啊？你。你能杀他吗？不是哥们儿，不是哥们儿，你打他都不掉血的呀！你干啥呀你？你打他都不掉血，他不出来你就这样跟他耗一辈子呀？我想办法去杀他啊！然后啥呢？你哄小孩呢你？哎呀，是不是他不出来你就这样跟他耗一辈子呀？你怎么才二级啊？你搁这脏人家，脏到自己才二级。装备二不二级关你啥事儿啊？轮得到你说话了？你当我陪来的兵，我都不能说你了。我当陪
定我二级有你啥事儿？你怎么能说到我二级头上呀？你咋能管了我了是吧？你啥都想说，不是我二级跟你有啥关系呀、啊？我都没跟你说啥，你怎么还姐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他现在打不过的话，他就玩这些有的没的，没有用，好吗？脏东西，没用，真的是脏东西，你干净。啊、哦，我也没说你脏，我说你玩脏东西。没事，中路给你了，我去上路了。我上路吃那个女警的头，那个兵线了。干不干净？我赢钱。没事，没事。赢你的头。没事。赢多少？你自己先没。能不能多杀两个呀？你。能姐，这个人他不跟你对线，他压根不出来他。他不跟你对线，你不会去别的路吗？你自己不带脑子吗？你不长手吗？来我上路，来我上路当兵，来上路当兵。姐，我在呢，我在上呢。哎，卡莎去上了，我操！那我再来中，没事。他去哪我去哪呗，对吧？就这么玩呗。你非得死个那个上路才行吗？你就不能去别的路看看吗？你自己拿个长手打短手，人家能出来给你 A 吗？我看。我去，好牛逼！伤害差一点，又在这里 K 头啊！给我跟我家马头驴做嫁衣 ，K 头吗？你不是你大招给他送人头呢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！啊你大招给他送人头呢？要不自己去给他呗？你在这恶心人呢是不是？你大招给他送人头呀？不是你真恶心啊？真没有急。就差一百，真没有啥，我都睁着两眼睛看到了，你跟我说没有？哎，他一直在我这上路来，我不懂你来干什么嘞？咋了？不是你老板来中路，那就给你老板来中路呗，我去你上怎么了？啊？就是，纯恶心，就去，哎，就去，怎么了？哎，黑暗收割很舒服嘞。好一个黑暗！他都能两路吃，你不能也去两路吃吗？你跟着他有啥用啊？你跟着他给他补伤害是不是？你是他妈他跟班啊你！他干嘛我干嘛？我不相信我 K 不过他。小跟班，就是猛男吃肉你喝汤，那汤都喝不着，还得喝凉的，热的都喝不上一口，还给他。哇，你们中路，打小我就看你行。你能不能，不是你今天晚上啥意思啊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恶心我呢你？你今天晚上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讨厌你老板、啊？我就是今天晚上打完了皱纹都要笑出来了。来，脏呀！你是不是在这恶心我呢？你们不是会当兵吗？脏啊！为什么人头都抢不到啊？啊，刚过他呀！你他妈的都比他那么好拿人头，你能给他拿着这头的？你怎么玩的呀？你是不是没手啊？你不长手是吗？溜了、用脚玩的，他可能是用脚玩的吧？哈哈，笑死了！加油！你是真不长手啊你！急了，急了！呦！一点伤害都没有，你告诉我你怎么？哎，好重要，好重要！你有点作用行吗、哦？你能不能有点作用呀你？他有中亚我也没办法啊姐，快死了！你有伤害吗？有这有那，要死了！牛！我射了，天气来了，不是你，我真的无语了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他人呢？自己不回家吗？这个人头、我想回家了，对面给我打断了。打断啥呀？哎呀，半天了，你告诉我你又要回家了，然后他上线了，不是你他妈故意的吧？还悬六个了。对了，虽然你说对了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不想让你赢在眼里啊。上局都在说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开局就跟你说了，不要对他抱有幻想。你反正你老板也恶心了我，是是反正你老板恶心我，那没办法。你是这么恶心啊！我只能跟着你了。恶心啊！没事，我跟着你。对，你脏我也脏。你脏呗。A 两下，打两个大残，喂人家嘴，打两个大残，喂人家嘴里，怎么的？你不他妈的，你就是个他妈臭打单的，是不是啊？
你他妈就是个臭陪玩。又开始了，要开始人身攻击了。他招杀不了，他招杀不了。又是他妈一四级，又是他妈一四级。老南，你是最胖的，恶心人呢。姐还行还行，真他妈服了，谢谢啊谢谢啊。我就知道他大招伤害不够，你每回伤害就差那么一点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姐，你是不是给你脸了呀？你大招给他这样子啊？谢谢啊谢谢啊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你两百一个小时。你他妈两百一个小时，你连这点逼伤害你都算不明白吗？你恐惧，你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恐惧，你连这点逼伤害你都算不明白吗？你在打什么？打昏头了，有人打了昏头了。那我在这儿说啥呢？你哄小孩呢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一句听不懂啊！我救你。又都在这里 K， 又他妈 K， 一直他妈 K， 这边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说了多少遍 K 头了，你今天一个吗？真的姐，他一直在我，他一直躲在我的后面，对面人走我脸上，我不能不打呀。啊，你刚刚那个女警大招是为什么的呀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呗。我操！我肯定得打他，他成一次血，我以为我能杀了他，铁逮到我了，杀掉他呀！你两百一个小时，你这点伤害你都算不明白吧？你能打啥呀你？姐九个了，真的每回就差那么一，就差那么一点，九个了，九个了。他怎么一个头拿不到？尽拿助攻，咱们这把比助攻嘛。拿了个一血，啊、你他妈搁这恶心我呢，是不是今天？咱比助攻是呗。你消停 K 了你的头，你就闭嘴。我凭什么闭嘴？我还挺开心的。你叫我 K 呀、啊？你说这话我是真不喜欢听。他说 K 就 K 了。那你打不 K 给我看看嘞？啊？他伤害不够。你的伤害也不够，伤害都算不明白，还说人家 K 头。他伤害不够。你不会 K 吗？没有手，你没手是不是啊？啊，姐，我也躲他后面啊。他人呢？你是不是没手啊？这么稳吗？对面这都不推。嗯。这把好像还有个一血，这把是有一血。对呀、啊，你拿了一血吗？中路，我当时在看的。女警呢？真他妈恶心呀！完成这个屌样，加油姐，没事，这才十三分钟，肯定能赢。加油，猛男，猛男，多杀几个，比他多，杀给他们看，让他们嘴臭嘴硬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你那个补刀，你自己给我看看，你拿什么杀的比人家多？要头头没有，要补刀补刀没有，你哪里比他伤害高呀？你怎么比他跟他比呀、啊？哎呀，比不了一点、啊。你相信我呀，你要。相信你啥呀？你刚刚那波女警大招就是烂，我都不想，我懒得骂你，知不知道？你自己心里有点数，你那个女警大招，你说恶不恶心吧？你他妈今天是不是来演我的？又他妈 K 头！这螳螂怎么就盯着我杀的？死了吧！这个螳螂，他死了，你还挺开心呢？因为你肥呀，拿你杀终结。我得小，我最怕螳螂了，我得小心这螳螂姐。他死了，你怎么这么开心呢？你，等一下，我保护你。真没事，姐可以。你相信弟弟，这才十四分钟，我装备马上就起来了。你相信弟弟？你相信弟弟？我起来的时候真的全部乱杀。我给你的全部乱杀好吗？来个暴击，装备还没起来。我给你的信任还少吗？我问你。一刀流完，一刀流。直接在我这赚多少钱了？我给你的信任还少吗？你今天又这么恶心我是吧？今天又这么跟我玩是吧？哎，又他妈 K， 我真服了，出个收集者，哎呀，这能不能给收集者删了呀？收集者你咋不出呀？你这英雄不也能出收集者吗？你没钱？你 K 了这么多刀，我哪有钱出啊？那你怎么不 K 啊？你怎么怪到姜妹身上呢？你看嘛。你不能多杀几个人，多补几个兵吗？每回就那一下。哎，难受，哎，难受，这真难受 ，A 都 A 不到，人头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，哎。还有能杀？你他妈打伤害的，你楚楚，你在苦苦打伤害，伤害有
有用吗？你告诉我，他妈咋的伤害的局呀、啊？啊，这也飞呀、啊！这他妈也飞了呀！哎，这个波比打昏头了。我他妈的伤咋的伤害局是不是啊，华子？牛牛牛牛！哇哇，差点！我这两枪中了螳螂死了。嗯，没事，姐，我收集者也有了，我也能 K 了，姐。他有那个叶子锋刃。没事没事。你攒半天攒不出来一个屁，攒个收集者呢？还想 K 头？那女强，抢真菜呀！女还没抢到屁，你都攒不出来，还攒收集者？无尽了！你啥装备？他啥装备啊？没事，姐，我有收集者了，姐。我有收集者。好日子来了，姐。你有收集者了？要吃肉了。自己听听你说这话搞不搞笑、他有收集者了，那我就来一个收集者了饮血剑吧，得吸个血。饮血剑来一个可以的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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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们送的肥肥的，然后你杀他们更值钱。对了，姐说的非常好。你真的有点作用吧你？你真有点作用吧你？他有作用呀，作用吧他拉你魂儿，你前面当然拉你魂儿了，怎么不拉别人魂儿呢？然后我们家猛男猛猛杀，没点作用吧你？你天天抱，你天天抱，你天天抱的那一下，你天天他妈打别人满血，给他铺路呢你？给他杀呢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看他杀人你很开心啊？哎，没抢到，这时候对面来个屏障、哎，对面怎么不放 W 呢？放 W， 我一个 W 他又死了。哎，这啥呀？可惜了。这什么东西打了我？哦，卡啥呀？来杀我！杀我！你跑什么呀，卡啥啊？有人异状杀呀！你 A 他呀！在呢，在呢，姐。A 他呀，你。我顾着他开机跑了。你 A 得过吗？啊！姐伤害高吧？我的伤害太高了，一枪打我下巴。卡子弹呢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？你怎么人这子弹？你他妈就跟个屁股一样！别吵别吵！他还留平 A 呢，想拿这个头。他留那个，你妈的废物一样，知不知道废物是什么样子的？没事姐，没事姐，我也拿到了姐。有有有，还是被他抢到了一个。多拿两个再叫吧，多发两个行吗？他杀十九个了，加一血的八十个了。啊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这十九个只是个开头啊，喂。十九个算什么？不是为什么天天人家双杀、三杀、四杀、五杀，你他妈屁都不是啊？半天放不出来一个屁呀、啊！这就是实力。姐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那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呀！他前期 K 了那么多，我马上我一步一步来呢，你刚才跟我一步一步他妈的，我还跟他妈一步一步来，他妈老子上哪说的？我得来个饮血剑续航一下，没续航。哎呀，他那个只是人头一小步啊，但是是我进步的一大步啊，姐。不是啊，我跟你他妈一步一步来。好，这个装备稳了。你不知道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知道？这个装备很稳，姐。你自己亲手给我打输的，你现在给我搁这儿画饼呢？画饼？没人给你画饼，姐。你一步一步的来。妈妈了，好吧。两步三步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。你救他，你救他。啊！现在女警的伤害也起来了呀。啊，他有点伤害了，但没用啊。啊，这个老瘸子，哎呀！他现在女警伤害也起来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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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进步有点，又进步，你们又进步一小步。女警伤害不低的，到后期。进步一点不行不？有点东西啊！马上，马上，你看我这不又有进步，我马上就撵上他了，姐，别着急啊。真厉害的女警，哪有你？他有伤害的，姐，他也有伤害。哟，蟑螂来了。哎，蟑螂。闪现什么意思？好的姐。啊，我
醉了。闪现什么意思？没看懂。不知道。闪现什么意思呢？你玩闪现庆祝一下，你拿到了24个人头。你什么资格说我呀？闪现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杀的比他多了，再跟他对话。姐，我神装了，我神装了。我看看，我去。对对，20分钟神装了，你要不要看看你才杀几个呀？你有人家一半多吗？你连他妈三分之一都没有，你就知道说姐我又进步他妈一小步了，你他妈进步一小步了，你他妈天天进步，你跟个傻逼似的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们是在玩人类的进步史吗？进步一小步都给我整抢得到吗？怎么又 K 了？伤害全是我打的，你这个人不要脸了是吧？啊，真会！哎，他也学坏了，学恶心人了。伤害全是我打的，他说我抢他头。我真服了，抢啥都他妈让你抢，快滚吧，兄弟！总骂人，打不过就骂人呗。K 头都 K 不过，有什么用啊？这都 K 不到，这都 K 不到，这都 K 不到喂，我没 K。你看还救了你一命，看到没有？伤害呢？你他妈修炼，你修炼啊！有人破防了，哎，他给你打，他还给你打，哎呀呀，打住！最后一发，砰！耶、yeah ！哎呦我，一发子弹，最后的青雨。你在发什么弹啊？到底在？最后的青雨。今天晚上在发什么弹？你是真恶心呀、啊！今天华子。真没有姐，我打的老认真了。华哥，定住，给你定，给你定了。我救你，我救你。明明是华哥吧？他又不在我后面 K 头。真的，他才是。阿威，我不在意了，我就是大老板。这小子。真恶心呀、啊！我这个子弹一飞，你不是你他妈不是进步青年吗？你怎么不进步了呀？你。牛逼，我操！他妈傻逼呀、啊！帅吧？真他妈厉害呀、啊！你强笑吧你！啊！你别着急，姐。你强笑吗？相信我、啊。哇，这伤害好恐怖啊！你跟他吹牛逼。姐，你别着急，你相信我、啊。我等下把鞋换了，换什么装备呢？讲道理，纠结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不会。螳螂来了，螳螂想阴我。嗯，你太肥了。他整局游戏里面他最想杀的就是你了。没事，他杀不掉我。不给他杀，我看。我真的相信不了你一点。两枪一打，我真被你打头昏了，我伤害翻倍了。麦都炸了，气的麦都炸了，华子，你老板麦都炸了，你哦。他现在你他妈真恶心啊！我真受不了你了，你不会说别的话了吗？啊？你是那我现在杀人真没给你看啊你！你是不是不会说别的话了？哎呀，你看我们家猛男杀人的速度比我送的还快。他的伤害太高了。你给吃，你怎么给他杀？你不是收集者了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跟我们家加速了，他又 K 头。再次感谢华子，你传的华子过来的一头人头，你还会说啥？你除了他们会他妈说他 K 头，你还会说什么呀？感谢华子，你又在 K 他，你他妈又在 K 他，你会不会玩游戏呀、啊？急了。着急了，你他妈在他后面，他妈是小跟班的你，怎么没抢了？你他妈给他打工呢，是不是？你他妈是不是给他打工呢？你他妈今天是真恶心啊！你给他打工呢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抢呀，我伤害太高了，没办法。我他妈，人家妈逼收集者啊！我伤害太高了，姐马上了，真的，我等会离他远点就行了。我自己走，我自己去一个打五个，我也能打。哎，我杀他牛！我操，这什么伤害啊？姐，这啥伤害啊？这啥伤害啊？打五个你他妈又能打了，你又他妈的能一个打五个了是吧？没看懂，我真能一个打五个姐。你怎么一个打五个了？你打了一点吗你？鞋不能卖，鞋卖了没移出来。姐，我就是进步青年呐、啊，我这不在进步吗？我这把不比上把好多了吗都？你比上把好多了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告诉我啊，我们不是把我输的跟上把一样多呀？啊！
辅助女警，哇操，辅助女警，女警是最强辅助。你看对面给他送都不给我送，你是真的恶心我呀！你今天不给机会对面啊！你比上把好多了。哎呀！杀呀！那我不能杀呀！哎呀！给他打了个空，多打工了。你杀几个？给你开心死了呢！哎，你也给我打工了，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。又得感谢你，你天天你他妈天天不给他打工，他妈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？姐，这不是个好消息吗？你看我不越来越好了吗？这不，你看都这把都杀七个了。你们那越来越好了，好不好？姐，你越来越好了，还怎么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打到跟上把一样呀？笑了，这把真不能结。我笑了，我笑了。他都他妈杀42个了，你跟我说这把不能啊？姐，你乐观点好不好？姐，姐你乐观一点好不好？我给你的信任不够多吗？姐，你乐观点，我马上活了，活了我也能出去杀去。我伤害很高的。我他妈给你的信任是不是不够多？看什么时候一个平 A 能秒个人。没人，草里没人。跟你他妈说话呢！我给你的信任是不是不够多呀？够多，姐。听说你走位很好。弟弟吗？我是不是给你笑脸给多了呀？好，马总没有，真没有几。螳螂在给你上脸给多了呀！哎呀，他妈真会去闪现 K 我头！哈，助攻都没有啊，要不要脸了？有助攻吗？你助攻吗？你玩的是真有那个呀，女警。不是你，现在是辅助女警。真会去。不是你，不是助攻，你助攻都没有了。你是真恶心呀、啊！他都没有助攻，他说我抢他人头，我操！哎呀，你们真的是我送都送累了，还不够我们家这个猛男杀的多。姐不着急，姐这才27分钟，相信我啊。还不如你一半，还不到一半呢，我才送了22个，你就杀出是这样说的。还差4个，还差4个又翻倍。上把姐，这把你这把它不一样、啊。你他妈上把不是这样说的，这把怎么就不一样？你这不是强势吗？真没。你想的为什么你这样子打？还差4个，翻倍，4个，别让他杀了。我看他抢了几个呀、啊？他抢了7个呗。这把长本事呢？你他妈选的 AD 不是你的强项吗？来，我他妈跟你说强项啊！我打 AD 不一直很猛吗？你猛啊，7-4，这就是你的猛是吧？你看对面打我说他又在跑。我不跑干啥呀？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你自己打好你自己的行吗？我也没想到对面留了一手吧。你看这个劲，你能想到啥呀？这大长腿啊！啊你能想到？我真没想到对面留了这一手，49个了，姐。超模，你能想到啥？你是哪选个位置打不过？这哪选个位置又打不过？你是他妈废物吗？兵线我都不带管的，不管兵线就去杀人。真没有姐，就去啥？兵线哪有人头好玩呀、啊？你打了那架不住兵线干啥？就升装了。他打的太恶心了！我操，2枪就没了。听听这个声音 ，Legendary。我真没寻思对面留了这一手啊！翻倍了，太动听了，太了翻倍了姐。真的，这个声音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。你这英雄值不深呢？你这英雄值。又翻倍了！你到底在干嘛？你这英雄值不深。不是姐，我。你看我现在，你看我也杀人了，你看看。你这个人后面饺子被你嘴里的呀！你看这伤害，对面怎么玩？谢谢姐，这不还是你姐姐不也关心我吗？我不允许他们看你一眼。这我伤害太高了。这么恶心啊！你杀这几个，你在叫什么？你多杀2个，再他妈给我画饼行吗？10个人头都没有，要一血没一血，你真是那个……我操！炮台一枪就没了，废物吧你是？多用手啊，残疾啊！画饼单师。哎，我应该带个。姐别着急，姐你别着急。画饼单师就是华子。真的你真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好啊？啊，都这样说你了，就这样说你了，你没点脾气吗？一枪，斩杀线很高的。你乐观啥呢？咋的？天天
阿根，你说一两句话，你跟听不懂一样。你他妈说你乐观乐观。跟你说话又他妈不说话。真的姐，这把我都很努力了都。这把是不是没有五杀呀，木南？你他妈的努力。溜了。不是哥们，努力什么？耶、yeah, ，五十五个，努力就是你杀八个呢。他这把架不住，他玩的太狗了，他一直在 K 呀、啊。我伤害高，我伤害比你高。你不会说别人 K 图，你我再来个火炮呗。一千零姐，看我现在的，我一千零一十二的攻击力，我操、啊！吓死我了，这个螳螂，我操！你看我试一下这个一千多的攻击力什么感觉？我感觉你一枪能把这个凯撒秒，听不懂啊？还有这个大头。大头和凯撒都能秒吧？试一下，去 A 他一下。1012的攻击力。看凯撒多少血？凯撒2039的血，需要两下。你看他又在 K 头，又在 K 头。哇！什么？你妈！你他妈玩鸡巴三 A 游戏，一直在 K， 一直在 K， 你会不会？能不能玩的你？你是不是除了说 K 好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呀？人家明明是凭真的打的，什么叫 K 图、啊？你是？他没话说了，他听你说话来，你怎么天天就知道说别人 K 图啊？他真的一直在 K， 你自己不会 K 吗？你不也是 ADC 吗？你不也是守藏英雄吗？你在这说什么呢？你跟我天天搁这找借口，乐观乐观，你乐观他妈，你在这儿，我操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刷杀，一枪一个，你真是有病啊！你脑子真的是有病啊！这女警有大的，天天除了会吹牛还会干啥？哎，好，我操！我以为给这个女警抢到了，我也以为要给他们，结果这个大头来了就惊现，什么晦气呀！五十九了，哇操，活不起了吧？来来来，我来杀大头，来了姐，真他妈的晦气呀！你整个人都不怎么样，两枪就死了，没办法，可以。可以永远相信我们家猛男。猛男姐，我叫猛男，要猛猛男，猛真的猛，尊都猛呀，太猛了。卡莎还想秀操作，这卡莎没有操作，秀没有操作可言，在绝对的武力值面前没有操作可言。哈哈，笑死了，笑死了，刚才那个大头那个、我再把收集者给他换了，再来个飓风。玩个逼女警他们打成这个样子，这个没有一处加成、就是啊、哎呦好菜哦，真的好菜呀，差不多得了呗，那个猛男差不多得了呗，我又没对你干嘛，多干嘛呢，猛男停不下来了，停不下来，真的是猛男，得了呗，我又没对你干嘛、哎、怎么那么小气呢，别叫了，烦死了，说句话我自己都听不见。猛男快来、哦、猛男一般都自带 BGM 的，我觉得有一首歌挺适合你的，猛男。哎，他又什么歌，爷们要战斗，能不能有点用啊，你中点用不行吗，爷们要说你是废物，你还真的是抢废物了，爷们要战斗，爷们要战斗，快点战斗，猛男说你是废物，你还真抢废物了，因为我现在就去干他们，你们要战斗干啥，你又给他打工呗，战斗战斗，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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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在逗他玩吗，你就要死，哎呀，就留着那一下，就他妈留着那一下，不行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跟着他了呀，两枪就是两枪，什么伤害啊，就两枪，你别鸡巴跟着他了不行吗，你他妈真恶心，你给他打什么工啊，不是差不多得了对吗，我要跟你干嘛，你别杀了，无限吸，此时此刻真的很适合，玩的太恶心了，没有用，移速太快了，我这个、啊、我这移速太快了，这不单是移速的问题，伤害的
来，差不多行了，然后呢？那么多干什么呢？赶紧推了呗！飞升，哎，一枪，哎，这个大头有点弱，这么高，有一点肉。这样的条件下，有点作用好吗？你35分钟杀了连十个都没有，嗯。我怎么打人不痛呢？蓝盾了，我现在就去杀人间。针对你了，然后每次都是打着打着他们肉。我现在467的移速，你看我现在把这个V54杀给你看。68个头，你现在68个头了吗？你杀谁啊？你自己看，你他妈能杀谁啊？我杀了，我杀了。他妈 K 一了呢？怎么？我杀了，我杀了。你是啊？你老板怎么一说就卡了呀？一枪有点炸麦了，你能不能又被我抢了？他妈让你 K 了呢！你能不能别给他打工了？又 K 了，什么工啊？我真没给他打工。收集者得出一个，咱不着急好不好？你自己杀你自己的不行吗？七的意思。他一直他像个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在粘着我走。到底是他是狗皮膏药，还是你是狗皮膏药啊？啊！别让他们推了，还差十个头，干嘛呢？对面这么想赢？他十个就可以三倍了，他他妈又他妈四倍了。别急别急，三倍啊！我很努力了，姐，真的。三倍的话，这把五杀应该不好拿了。这把的话，嗯 ，AD 不太好拿五杀，他们控制人。我得吸口血。螳螂太鸡贼了。你能不能中点用啊？他天天几倍几倍的拿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卖队友是吧？哎呦，哎呀，还想 K 头是吧？还想吹一波 K， 他妈能 K， 又一直在 K。哎呀，我刚才给了他一个技能，给错了，快来杀他！哦呦！啊？哦呦！他一等了。没事没事，73个无所谓。这头你搁那叫啥呢？11-6，你好意思说话？你又叫上了。没有一点实力，只会 K 头。对对对对对。实力是什么呢？请问你的实力是啥呢？你有啥实力啊？真的有点作用吧你？那有点又给人家打工，你有点作用行吗？啊？你看，移速太快。K 头没 K 过吧？不抢啊，没事。你拿一个拿一个呗，你拿一个拿一个呗。你杀一个怎么这么开心呀？你杀一个怎么这么开心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咋这么开心了你？我真进步了，姐。他也神装了，姐，我这把杀他80个我就推塔了。他现在装备也神装了。你看我平，装备起来了。我凭实力，老子变36助攻，全他妈就让他 K 过去了。你看他几个助攻啊？7个头，还差7个头。十，哇，这啥？伤害啊！伤害太脆了，还是你伤害太高了？喂，就留着那个技能在这块捡人头。我1012的攻击力，1000多攻击力。你真的屁用没有啊？他1000多攻击力，不信别杀了呗，猛男！我没对你干嘛，干嘛一直这样杀呢？啊？那当然要杀了呀！我点他不是有啥必要呢？干嘛一直这样杀呢？啥意思？太舔了是吧？我能舔他，你别搁这开玩笑了行吗？我能舔一个破陪玩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希望你的嘴可以。我他妈今天能舔一个破陪玩啊。那你跟我互动干嘛呀？啊，那你为什么让我家陪玩别再杀你了呀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那你为什么让我别杀了呀？干嘛要杀这么多呢？我肯定杀那么多呀。就是舔他嘛。哎，人头局啊，我杀的越多，你输的越多呀、啊。那为什么不杀了呀？你看我再杀一个。你看他回不去又他妈 K。还想 K？ 就我拿生命换过来的，什么叫 K 头啊？我又杀了。怎么有必要吗？是不是啊？有必要，必要挺大的。啊。少杀两个就是杀、啊。哎，我又 K 一个，你看、哎、你能不能有点用啊你？差一个，差一个。哎，姐，差一个翻倍啊，差一个。啊，对啊，你真的有点用吧？差一个翻倍，真有用了，姐。
你我有啥用啊？38个助攻了，人都全让他拿过去了。你可拉倒吧你！38个助攻，有别人他妈一半多吗？你看他才几个助攻，他连助攻都没有。助攻有什么用啊？我跑得快，我操！知不知道你38个助攻能三倍是不是啊？赶紧是不是你38个助攻能三倍？能不能给点用啊？再杀一个行吗？给点用行吗？再杀呢姐？跟废物一样。我带啥呢姐，你看我都拿双杀了，他现在伤害也起来了姐，给你个双杀又怎么样，两个双杀不行吗？他现在伤害起来了，我多拿几个姐，我加油，我现在出来就拿五杀，我来了五杀，你给我把选择 ADC 平台那一半都没多，妈的待会儿又他妈三倍了姐。哎好减速，哎小心姐，我后面有人，他马上他要死了。哇，这个螳螂为什么不打他呢？我真不理解了。没事，怎么了？螳螂在怕死。你赶紧出翻倍啊！行吗？我来了。三倍！杀人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赶紧出去杀人啊？我他妈现在急得他妈跺脚，想他妈哭。一枪。你看我杀人了姐，杀人杀什么嘞？哎，我们不要死了，哎呀，算了你，省得你破防一会儿哭，受不了你。能不能有点作用啊？姐，我又杀人了姐，姐你看我又杀人了。伤害也有了，他现在也有伤害了。谁呀？这个女警吗？对，她现在伤害女警伤害也后期也深，还叫你这能推到她是个头吗？不是，你告诉我你不给她扶持一下伤害她能打死吗？猛男其实还差18个，差18个头也不是很多，要不我们再努努力4倍、啊、行我尽量杀他，只要臭人叫好烦人啊，他我尽量杀呗。不是你能不能别给人家补伤害了呀？他那脑子有病，真的，你他妈这脑子有病！你今天是不是断手啊？你看我又杀人了，姐！你看我又杀了。你能别恶心我了吗？你能别恶心我了吗？我真的要被你气他妈气笑了！我又杀人了，反正跟女警站一块就很安全。姐，我又是进步，我又是杀人。他们打开面板一看，杀他妈17个，连人家1/4都没有。抢不到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？一个平 A 最起码得1000滴血。我还是挺想听你哭的，天天。感觉你叫的大声，哭起来应该也很大声吧？哎，这个螳螂为什么不打这个劲呢？我真不理解了。他打我，你前期被杀了没看到吗？你再不动点脑子，他妈他要4倍了。4倍也不是很远吗？我不需要你努力，我他妈现在需要你动脑子，动脑子。螳螂声音不是这个螳螂声音，那个螳螂伤害也巨高。他们一直都在针对我。谁针对你呀、啊？这他妈威武！你他妈的，还有这个中单都在针对我。好吧，17杠。